老师您好，大家好，我来介绍一下，我的名字是波拉阿丽莎，我的中文名字是大学时我来这放假，我今年20岁，我的爱好是读小说、看电影和绘画。我的家有5口人，爸爸妈妈、一个姐姐、一个弟弟和我。我的爸爸和妈妈放假就在我的姐姐在新加坡工作，我的弟弟还在上大学，他是理论生学生。我非常喜欢学习汉语，每个星期五我很兴奋来老师的课班学习汉语，有时候我们也一起唱歌，多么美好而愉快的